你拿好，谢谢。这儿，放，干嘛干嘛？这是迷烟。Oh, not so tight, not so tight. I'm still recovering. Yeah. I heard you almost died. Yeah. I almost died. But at that moment, I heard a voice say, "Your old friend John is missing you." So I woke up. Jimmy, why did you come here? What can I do for you?John, I've come to see you because I have an important task that requires your help. I want you to deliver a letter to Chiang Kai-shek. What? What? How am I going to do that? Does he even know me? Come down, please, come down. John, I thought over and over. You are the right person. You are the best one.You know, now this city is surrounded. Chiang Kai-shek will not leave, and Deng Ruzhuo will not open the gate. The people of this city are suffering. They're hungry, sick, and they're dying. John, you are a reporter and a Westerner. You, only you can save them. Please. But you're sending me to report to death himself.纪年，你现在落下这么多课，得想办法补上啊。对了，团地委机关决定把这个机关刊物《红灯》的试刊号交给团支部来主办，这说明团地委机关啊对咱们是很信任的。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宣传革命，讨论时局，是咱们江西地区学生运动的一盏指路明灯，对引导推动咱们江西学生运动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可是我不会写文章啊。不会写没关系啊，可以学嘛。我刚想起来，我有一个老师啊。哪个老师？方志敏部长。请。稍等。报告。进来。督办，方志敏求见。不见，拉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毙了。不妥吧，督办？随他前来的还有《自林西报》的记者，此人也是基督青年会的青年干事约翰·罗根，这可是个国际人物。他们还从上海邀请了一批国际记者，有《泰晤士报》的，《自林西报》的，稍有不慎，这里发生的事情很快便会传得全世界都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督办。要不先看看他们怎么说吧。好，让方志敏还有那美国记者进来，其他的在外面候着。是，请。方志敏，你胆子够大的，我到处在抓你，没想到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了。你的子弹都没把我打死，我来见你一面又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了，我今天不是为我自己来的，我是为南昌的老百姓来的。那你带这么多记者来到底要干什么呀？现在南昌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城外的进不来，城内的出不去，两军交战，最苦的就是老百姓，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你作为一方大员，难道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吗？照你这么说，你是有办法了。
我可以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先生写信，替邓督办跟他们约定，规定在每天的某几个时辰，某个城门，让老百姓可以自由出入，让挑菜的进来，挑粪的出去，使老百姓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你觉得怎么样？如果这样的话，那南方军队的奸细不都跟着混进来了？进出城门人的检查当然由你们的人来完成，这没问题吧？现在城外都是南方军，一旦信使出去，那就死定了。邓督办，你别担心，在下作为中立的美国人，愿为邓督办和南昌城百姓送信。好，那来往的信件本督办要检查。这没问题。方志敏，本督办敬重你是一条好汉，可你有没有想过啊，你在我这儿已经立了案，我随时都可以把你枪毙。等解了南昌之围，听凭处置。别开枪，停。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你们两个把他带过来。别开枪，走。别开枪，来我们这儿干什么？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长官蒋总司令，我有信要送给他。副官，出去吧。是。约翰·罗根先生，你好，坐。我代表蒋总司令，对你冒险送信的义举表示敬意。北伐军本来就是救民于水火的，对于被围困的南昌苦难百姓来说，我们不可能坐视不管。请你回去告诉邓督主，从明天起，接连三日，从上午四时到下午未时，北伐军将在三个指定的城门外停止进攻，可以让城中的平民百姓，尤其是老弱妇孺，优先疏散出城投靠亲友。商贾呢，在这几天也可以运粮进城，农夫也可以进城送菜，或者挑粪出城。蒋总司令写了封信给邓督主，告诉他，南昌城虽然现在还在他手中，但是革命军既然能进攻两次，便能进攻第三次、第四次，甚至更多。如果邓如卓还像之前那样屠杀入城者，那么待到城门攻破之时，便是他丧命之时。如果他不顽抗到底，可以考虑放他一条生路。另外，在信末，蒋总司令提到，对提出送信包括宣传和平的方志敏先生，坚决不能下手，否则邓如卓必不得完事。谢谢。方先生和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请你带个口信给方志敏先生，说他所安排之物悉皆收到，请他保重。另外罗根先生，请你也独家小心，在北伐军阵地我可以保证你的绝对安全，但是出了阵地我就保证不了了。这姓方的胆子可真大，竟敢来接约翰，他们两个已经被我压起来了，要不先把姓方的给毙了。这个方志敏呢，虽然跟我作对，抢了我的军火款，恨得我牙根都痒痒，不过如果这个时候让我把他给毙了，那不把我陷入不仁不义之地了吗？他也不是什么功臣，本来就是我们的通缉要犯，杀他800回都不够，死有余辜。邓总理，我们要见方志敏。我们要见
听到了吗？这方志敏早就给自己留了后手了，否则也不会这么胆大妄为。可是督办，您对方志敏可千万别心慈手软，放虎归山啊！你以为方志敏那些赤党不恨你吗？秋后算账可够我们收的。我知道了，不过这次只能放方志敏走了。我说督办，报告。进来。报告督办，南昌各界代表已经候在司令部门口，来接约翰和方志敏了。把他带过来吧。那我先回避。邓督办，我想来谈个条件。方志敏，我都不杀你了，你还跟我说什么？还跟我谈什么条件？我想让约翰·罗根先生作为中立方，在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之间进行调解。调解什么？现在的局势，相信邓督办心里很清楚。如果邓督办对我们江西的两党人员不再进行追杀，那么我们可以视邓督办为我们革命军的盟友，等战争结束，我们可以对你的过往不再追究。如果邓督办同意，可以在这份协议上签字。我不希望再见到你了。告辞。报告武松。那么臭，快！你臭！哎呦！喂，谁派你们跟踪我的？是刘焕臣派你们来的吗？不是，不是。哎，过来，过来，你深吸一口气试试。我告诉你啊。你一定是发了高烧，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现在已经转成肺炎了。肺炎？对。我说我这几天这儿一直疼呢。这个病啊不能拖，我得过，你现在还只是咳，到后来啊你会卡血的。卡血？对。所以啊你得赶紧吃药。你知道吃什么药吗？不知道。那这样吧，你告诉我你住什么地方，回头我给你送药去。不用麻烦。哎，还不跟上来，要是跟丢了回去怎么交代啊？
方先生，来，坐坐坐。坐，方先生。方先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这都是要抓你的人呢。你能跟踪我，我就不能跟踪你呀。再说了，你不是不抓我吗？我。我听你这咳的是越来越厉害了。我们俩是病友，同病相怜。你看啊，我给你带药来了。这些药啊是西药，记住了啊，一天一粒。西药吃完以后啊，再用中药调。哎，我这咳嗽好些日子了，在刘焕成和胡梦虎面前，我都不敢咳，一咳他们就打我骂我。而你呢，是我一直想要抓的人，却冒着危险过来给我送药。方先生，真的，我真的对不起你。不用说对不起，我们都是穷人，穷人就应该互相帮助。来，把药吃了。哎，你是叫薛金山吧？嗯，我叫薛金山。听你口音是益阳人吧？嗯，我是益阳七公镇的。那怎么跑到南昌来？我十岁那年，我父亲跟着地主干活，累得病倒了，很快就去世了。我母妈很伤心，哭瞎了眼睛。我心疼她，想多挣点钱，娶上媳妇儿好好孝敬她，就跑来南昌来找活干。稀里糊涂的，我就跟了胡梦虎。我知道，你也是我们益阳的。对，而且跟你离得很近，七公镇胡塘村的。我知道，我知道。方先生，其实跟你说实话，刘焕成和胡梦虎对我们兄弟几个都不好。我其实早就不想跟他干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叫上我们几个好兄弟，跟着你一起干。好，你有这份心呀，我特别高兴。啊，但是前提是，你要把这个病给养好。好，好，行了，我就不打搅你休息了。回头有机会我再来看你。好，好，好。哎，方先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刘焕臣已经派人跟踪刘九峰，并且发现你们经常在豫章大旅社进进出出的。谢谢。快进来！快进来！等等啊！快看了！休息。迈步。结实的呢。你暴露了，刚才有两个人一直在跟着你。志敏同志正在感化一名特务，看他能不能配合我们抓住刘焕臣，把刘焕臣的所作所为知会邓如卓，让邓如卓自知理亏，无话可说，选择投降，让北伐军进城。啊！另外，豫章大旅社我们不能再回去了。胡梦虎现在白天晚上都派人守在那里。九峰同志，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多加小心呢。志敏同志现在的处境也很危险。焕臣，你太让我失望了，屡次三番的不听我的话。你想干什么？我说邓督办，我觉得你是有心在为自己留条后路啊。你在威胁我呀？孙大帅已经对你不满了。上次南方军攻打南昌的时候，孙大帅就想让卢湘婷替换你。如果孙大帅知道你跟南昌的赤党签订什么井水不犯河水的叛徒条约，我看你脑袋上这个乌纱帽肯定也保不了了。恕我不奉陪。焕臣，焕臣，有话好说，焕臣。
是你对我忠心。杜外，还有什么吩咐请指示。马上拟份电告，宣布我即刻下野，趁着我毫发无损尽快离开。是。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介绍人：赵兴农。宣誓人：方志敏。兴农，你这么着急把我叫回南昌来，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时间紧，任务重，你要尽快解决粮草问题，协助北伐军攻下南昌城。你听，北伐军正在城外英勇作战，行动，让我们一起迎接北伐军入驻南昌。11月2日，北伐军以左中右三路同时向南浔铁路孙军各据点发起总攻，控制南浔路北段和长江水道。孙传芳逃回南京。8日，北伐军第三次攻打南昌，孙军10000多人被俘，收缴枪支武器难以数计。至此，孙传芳集中在江西战场的10余万军队绝大部分被歼，江西战役遂告结束。终于结束了北洋军阀在江西长达13年的统治。欢迎革命军走进南昌。各位同仁，各位友人，江西的父老乡亲，我们成功的打跑了北洋军阀，彻底的将南昌城夺回来了。好！这段日子诸位受苦了，没有诸位的精诚努力和浴血奋战，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蒋中正代表国民革命军全体官兵，向大家致以最真挚的感谢和慰问。
在此，我要嘉奖诸多为我们北伐军做出贡献的功臣，尤其是江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农民部长方志敏同志。好。江西南昌自古就是江南的名城，虽然不到20万的居民，但方方面面都有着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军政财这几个方面，未来会潜力巨大。我决定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就设在南昌，同时在南昌设市。在南昌设施，对啊，这是件好事啊！南昌要设施啊，好啊！这次我们北伐军顺利挺进南昌，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方志敏同志为我们输送了粮草和军饷，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可谓劳苦功高。忠正非常欣赏你的才干。上一次我们在农代会的时候听到方部长的发言，我就能感觉到方部长对城市的管理有独特的见地。我在想，南昌市的市长非方部长莫属。好。谢谢大家了，也谢谢蒋总司令对我的肯定和信任，但是志敏恐怕难当此任。大家都知道，我这些年来啊，一直做的都是农运工作，一直生活在农村，对城市工作呢不是太熟悉。先总理留下遗训，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农村工作尤为重要，所以啊，我要跟蒋总司令说声抱歉，我的志向还是在农村。好志向，好志向。这次啊，能够顺利打下南昌，打跑反动军阀邓如琢，跟南昌各界，尤其是南昌的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配合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请蒋总司令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大力支持我们江西的工人和农民运动，好不好？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忠正一直以来都是支持农民运动的。我对工人运动主张缓和，对农民运动主张积极进行，也为解决土地问题之根本。好，感谢蒋总司令，感谢。国共合作时期吗？合作为主。表面上看起来，国共好像所谓热热闹闹的合作，其实内心早已经是志不同道不合了。永志，听说你也被迫离开，这张国焘他们为什么不据理力争呢？是啊，这种无原则的退让方针，鼓励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献共、反共。上次在大会上，我还以为蒋介石是同路人呢。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我看不会超过一年。这种合作是不对等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你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一定要自身强大才行。蒋介石正因为手握重兵，所以才敢排挤我们共产党。如果我们手里有武装，那蒋介石绝不敢搞什么整理党务案。这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啊。我们的农民运动不能仅仅满足于二五减租，而是应该运用武装帮助农民夺得土地。太对，我同意。不过一个月前是中山舰事件，现在又有了整理党务案，依我看
在这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一定会加紧篡夺，统一战线的大权。此言甚对，我们要增强警惕啊。这可都是方部长的诗啊，这都是我去图书馆从那些杂志报纸上面抄下来的。你看啊，这个诗一首，嗯，还有哭声，嗯，这是民国十一年五月份写的，还有这一首呕血，是民国十一年六月份写的，还有这个是同情心。细年，我发现你是不是喜欢上方部长了？说什么呢？你说什么？我说我发现你是不是喜欢上方部长了？我怎么会喜欢方部长呢？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够不着。还说不喜欢，你看你看，脸都红了。没有。赶紧印吧，印完了我们就要搬出去了。哎，进来，快点，快点，好，快点，快点，坐这儿吧。好，同志们，我们终于迎来了光明，我们的党支部终于可以搬到外面去办公了，终于可以在阳光下干革命了。就是啊，大家加把劲儿啊！快一点，好，来，行了，就放这边吧。好，好，好，当心点啊，师弟。无产的青年，我为家庭立，我为求学立，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焦虑。万虑从集，在这小小的心儿里，哪能不把鲜红的血挤出来呢？是的，无产的人都应该呕血的，都会呕血的，何止我这个羸弱的青年。方部长啊，方部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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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方部长。我们这一期的机关刊物《红灯》上刊印了你民国十一年发表的文章《呕血》，写得真好，我们正在诵读呢。对呀，对呀。来吧，来吧，先生，看一下吧。来吧，来吧，来吧，看一下，先生，来份报纸啊。啊，我来份报纸。哎，坐下。同学们，这篇文章呢？支秘书，秋荣。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啊。你来南昌做什么？这是你藏在家里的箱子，我不让我给你拿过来，我这又走路又坐船，累死我了。行行行，辛苦你了。哦，忘了介绍了，这是我的侄女方秋荣。大家好。你好。哎，同学们都来。这个呀，是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一共只办了五期，被反动派给查封了。但是呢，这五期我都保存了下来。这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上的创刊词。哎，新年，赶紧带他进去洗漱一下，然后呢，给他吃点东西。啊，我要吃年糕，有的，我带你去买。好。哎，不用出去买，我们店里啊就有。是啊，那走。我带你去。好。走。好了，大家都忙去吧。好，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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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新年。嗯。这报纸和这些书啊，去交给东局打劫，办刊物的时候用得到。放心吧，
我受伤的时候都是你在照顾我，一直也没机会表示感谢。这份共产党宣言送给你，祝你进步。谢谢方部长。又发电文给宋部长，这次他回电了，说是让总司令再等等。这个宋子文总是有意刁难我，军饷都还没有搞定，这都什么时候了，他这么做无聊至极。你拉着我的明天去请方志敏，我估计他会有办法的。是，报告。起来。总司令，余夏卿来信说他收到了司令部邀请，愿意不日从上海启程来南昌。知道了。是。是代表江浙财团过来考察我的，让大家做做功课，给他好好看看。那方志敏还请不请？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说个明白。方部长，这是樊东菊大姐让我给大家带来的近期新的激光刊物。哦，您看看。我看看。给你。来。编得好啊。同志们，樊东菊同志办刊物非常有水平，内容详实，语言又很生动，一点都不挨板，你们一定要向他学习。好的好的。青年，其实你的文笔也很好，思想又很先进，你要争取多写，把心里的想法都给写出来，争取啊发表到刊物上面。哎呀，志敏叔啊，我差点忘告诉你了，我现在跟樊大姐做妇女工作呢。你能做什么妇女工作呀？你别小看我，我现在可是宣传队的一员啊。你不信，我这就跳给你看。好好好，来来来。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不是，进。不错不错。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志敏，是这样啊。啊，新年，那你先带着大家学习学习。好的。进。报告总司令，方志敏先生到。啊，说曹操曹操到啊。志敏，江总司令，快请方先生坐。好。总司令，你不来找我，我还要来找你呢。上次你不是说要支持我们江西的农民运动吗？但是这个经费啊，迟迟没有下来。我去找了省政务委员会，他们说呀，因为省政府还没有正式成立，所以需要你蒋总司令亲自签署命令才行。志敏，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来吗？我还希望你能够帮我多想想南昌筹集军费的事。我还没说，你先张口了。这三大南昌，我是逼车雷马，别无长物啊。总司令，南昌跟广州是不一样的。上次我在广州给你的财政建议，在南昌行不通，因为南昌长期受到克己军阀的压榨，这老百姓啊，早就苦不堪言了。所以呀，还得想想另外的办法。总司令，我听外面传言说，江浙财团会给你资助。那都是些传言。你知道我对那些奸商是不感兴趣的。好，那就好。总司令，要想挽救咱们中国的命运，依靠那些资产阶级财团根本是靠不住的，因为资产阶级财团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我待会是不是还有个会议啊？是。那我就不打扰了，总司令告辞。通过这次见面，我对蒋介石狭隘的阵营观念和政治抱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我觉得我们不能依靠他，得自己想办法。没错，他在政治谋略上那可是非常在行的。他首先通过余洽卿来说服各地的财团，拿到钱以后啊，他就开始拉拢各地的军阀。据我所知，在赣南有一些小军阀，给个官啊就可以把他给
拉拢过来。还有一些各地方的军阀，只要是投降归附的，那就官升一级。何应钦的第一军第一部已经开到了福建，他们收编了很多地方的武装，我们大家都非常担心，担心蒋介石会通过江浙的大财团来经营江苏。我留学的地方，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那朵花请看作是我今生的寄托，在